干什么呢？别动手啊！拿过来！别动手！拿过来！我让你别动手，听到没有？拿过来！你松手！拿过来！你松，你听到没？你们明白了是不是？我这……别动！自己人。谁啊？这是我女朋友。不是你在这胡乱八道什么呢？你别说话。这些人是你朋友是吗？别说话。你知道他们干什么了吗？别说话。什么别说话？你不在局里面待着，你跑出来干嘛？对呀，我从局子里边放出来了，我就不能出来玩吗？不是你出来，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？告你干啥呀？那谁呀？我就接你嘛。我用着你接呀、啊？我这谁让你出来的？你出来，你跟我说了吗？我错了，我错了。错什么错？错了，管用吗？我错了。现在你还敢凶我？你还敢说我是你女朋友？你这人瞎话怎么张口就编呀、啊、你？那我编什么呀？编你妹！你姨、你婶、你奶奶，你说啥不行？非说我是你女朋友？我刚才救了你，那不应该的吗？别一脸不屑的样子，你歪着脑袋干啥呢？我脖子扭了呀。不是扭了，我帮你治啊，好了吗？这样行吗？好了没有？你占便宜没完了是不是你？星哥，扫个东西。他们到底是谁啊？他们搞不好身上都背着人命呢、啊。这么刺激啊！你是吓着了吧？别忘了我爹是谁，这还算事儿啊？我要不要告诉你爹，今天晚上差点破坏了我的行动？走了。